挺好的，大哥，可怜可怜吧，大哥，救救孩子，行行好，谢谢。挺好的，大哥，救救孩子吧，大哥，大舅大舅，孩子给找条活路吧。莲儿拿着簪子，卖钱呢、啊、大爷，给我娘买口棺材吧。咱们买不起，走吧啊。大爷，你饿了吧？你在这儿等着我，我去给您要点吃的去啊。先歇着吧。嗯。几岁了？九岁。姓什么？买多少钱啊？卖不卖？不卖。
掌柜的，这孩子不卖。走。大爷，卖吧。大爷，卖吧。卖了钱，好给俺娘买口棺材。孩子，大爷舍不得卖了你呀。老头啊，你要是愿意，你们爷俩我都要了，你给我当个马夫，棺材钱我包了。大爷卖吧，大爷卖吧，大爷卖吧，卖吧，大爷怎么样啊？大爷卖吧，卖吧，大爷卖吧，卖吧，大爷卖吧。大爷卖吧，我卖，我卖，卖，我卖。掌柜的，孩子起来，拿着它跟着马媳妇找你爹去，走。想什么呢？你看，前面那座二层楼，那就是德州孙玲庄啊。孙玲庄？哦，哎，那不是你们老家吗？是啊。那你带我去看看。不，我想起一个能耐人来呀。他呀，单人匹马下了南洋，后来成了有名的马戏大老板，在村子当间修起了这座二层楼。男子汉大丈夫，不把咱这个马戏班子变成走南闯北的大马戏团，我绝不回家。行啊，怪不得我爹看上你了呢。哎，可惜呀，眼下就这么几个小伙计。小心点。菊姐，你姓九吗？不。那为什么叫九月菊呢？九月菊是我的艺名，老板给起的。五灵童、腊月梅、三月春也都是艺名，老板也得给你起艺名。哎，叫他红牡丹吧。哼，这名倒挺响的，谁知道他能不能成才呀？凭我的眼力，过不了两年，他就是棵摇钱树。哎，可惜太小了。有小不愁大嘛。马丁，哎，大哥，这几个孩子有没有出息，可全靠你了啊。妥，大哥。过来，走，走，来呀，来呀，
大爷，你歇会儿，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哎呦！来来。哎呦！大爷！哎呦！孩子，别哭啊，忍着点儿，练出本事来，好走南闯北啊。这都是为了你好，不受苦中苦，难得甜上甜，对吧，老赵头？嗯。来，再试试。哎，好。师娘，这是我的。什么东西？嗨，不值钱的破簪子。哎，银簪子，这是我娘留给我的，让我拿它去找我爹。那你认识你爹吗？在我不记事儿的时候，我爹就出门了，可他认识这个簪子。这上哪找去？有了。哪位大爷美簪子？哪位大爷美簪子？哪位大爷美簪子？多少钱呢？你仔细看看，值多少钱？一吊钱吧。哪位大爷买簪子？哪位大爷买簪子？我来到，掌柜的才能更发财。这簪子是我家传下来的。别泄气，听刘八说咱们要进城了，进了城再找。对，天都偏闪了，快回去吧。咱们出来这事儿，谁也不行告诉刘八，叫他们知道了，可没咱们的好。来，咱们拉钩吧。来，来。你们可留点神，这可是韩主席的公款，啊。你们看，大太太旁边那个穿洋服的。是在香港开银行的，他叫张泽仁。这环境是真的好，挺好的，好好好，谢谢谢谢。二妹，你看那个，怎么让这些下九流到府上来出丑啊？都是四姨太和他老爷子吃饱了撑的，非要看他河北省那些野不完。请各位老爷太太们上演刀扎活人。妹夫在家准会把他们轰出去。你妹夫自从当了省主席，忙的很少回来，不是抓共党办公案，就是平息叛乱。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局势越来越混乱了，所以我想把家里那笔存款让你带回香港去，存到你的银行里，以防万一嘛。好，我把它买成股票，你可以坐享其成。嗯。
行了。马有失前蹄，老虎有打盹儿。我们打靶是卖艺的，也有失手的时候，请各位老爷太太们多多原谅。这回我们重演吊小辫打秋千。王丹，上。也给急坏了，大爷，带我走吧，就是要饭吃也不在这儿了。孩子，别哭了，啊，咱们回去。我不回去。哎，还是回去，回去咱们再想法子。不回去。你看，你看，听大爷的话，先回去，让大爷和老板说说，拉远梅还等着咱们呢，啊。走。这可真是累赘啊。老板在吗？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太太，这孩子是怎么回事情啊？这孩子怪可怜的，经不起折腾，寻短见了。回去告诉牡丹他们，遇到事儿想开点儿啊。哎呀，太太，孩子摔得这么重，他爬都爬不起来，他还怎么能……老赵头，我也知道你在这儿待得不怎么顺心，那就另行方便吧。
对不住，到如今也没有找到你爹。试一试喝酒吧。新鲜。要是不喝酒，我再去换。大爷，你哪来的钱呢？我没有本事赎回你的卖身契，穿上这双鞋，好走南闯北。大爷，孩子，我是在这儿待不下去。大爷，大爷，走了，走了，大爷，大爷，大爷，再回一会儿。马夫辞了，车也卖了。换上狗熊猴子，来个人兽合眼。他娘的，到了杭州啊，痛痛快快干他一场。哎，你呀，就等着住洋楼吧。得了，宝，再喝点。没啥，跟了我黄埔驿，你就请好吧。我呀，还有那份福气。大哥，大哥。这几个孩子都不练功了，我这鞭子也不灵了，红牡丹还带头对我顶嘴。他们还说如果不把马夫留下，他们都要去死。去把他们给我叫来。等等，他们眼看着就能登台挣钱了，去告诉他们马夫可以留下。跟从前一样，光管饭不开工钱。哦，好。做到这会儿才算做出点样的啊！怎么样，牡丹真成了摇钱树了吧？师傅，进来。
要我。坐呀。到了杭州啊，都出了不少力。到街上买点零用东西，五灵童和九月菊每人3块，你呢？来，给你加倍。要发都发6块。瞧你这傻孩子。好，看在你的份上，就都给6块。还有事儿吗？给他们带去吧。哎，哎，你爹有信儿吗？你也别太着急了，多打听打听。用着我的时候，尽管说话啊。你倒大了，要多少给多少。你娘们见识。哎，准备200块钱，嗯，到商会会长家去。干嘛？你没看市面难民这么多，得早打主意。哦，菊姐，菊姐，你们都来了。大爷，我给您买的长寿膏，吃了长寿膏啊，长生不老。好孩子。大爷，大爷，哎，我给你买的东坡肉，吃了东坡肉，活过76。哎呦，您看，哦，还有酒。早晚喝，暖暖身子。我留着过年喝。嚯，你也想活过76？大爷，俺们玩玩去了。去吧。走走。留着给大爷养老。转上那个断桥呗。哦，咱们演个断桥相会吧。好，我演小青。啊，官人娘子，愿你二人相亲相爱，白头到老。菊姐，你哎呀，好了，不闹了，不闹。
同胞们，由于政府软弱无能不抵抗，日寇侵占了我们东北三省，华北也被日寇吞并了一大半。祖国的大好山河沦为外强的铁蹄之下，无数同胞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挣扎在死亡线上。在这民族存亡的紧急时刻，可谓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们每个有热血的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动员起来，先生投入到救亡运动中。谁是匹夫？坚持抗战。这怎么说呢？这么说吧，你我咱们大家都是匹夫。都是匹夫。胖，糊了。满贯。会长的手气真好啊。下一步，准备去上海，可听说日本人要攻打那儿啊？您看，是有这样的风言风语。不过，对于我们商业界来说，只认识两个字：买卖。啊？哦，是是。来来来，躲开躲开。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匹夫，幸好的大姑，可怜可怜吧，可怜可怜孩子吧，大姑，可怜可怜孩子吧。大婶，您是哪的人？江北乡下的。怎么到这儿来了？家乡叫日本兵占了，活不下去。家里还有什么人？吃吧，给小妹妹买点吃的。快谢谢大姑，谢谢大姑。啊，快起来。大姑，给我一个吧。大姑，行行好吧，给我一个吧。大姑，行行好吧。大姑，行行好，给我一个铜板吧。大姑，大姑，行行好吧，给我一个铜板。给我一个吧。大姑，行行好吧，给我一个铜板。大姑，大姑，行行好吧，给一个吧。大姑，可怜可怜吧。大姑，给一个吧，大姑，求求你，给一个吧，给一个吧。牡丹，我想打个场子，撂个地摊儿，给他们挣口饭吃。好。嗯。嗨。好。各位不老兄弟，有钱的帮钱场，没钱的帮人场。谢谢不老兄弟。谢谢父老兄弟，闪开闪开，谢谢，闪开，他妈的，你们没问一问这块地盘姓什么吗？把钱匀给我们哥们花两个吧。要花钱可以，你们自己在这儿练两手嘛。啊，臭耍马戏。妈的，妈的，教训教训他。哎，哎呀，哎呀，牡丹，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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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上海不太平，
我想到南阳去闯一闯，会长经多见广，还要请您多指教啊。嗯，你不妨先到香港，那儿有我的朋友，他们可以帮你的忙。太谢谢了。多谢会长。你们不在家好好练功，出去惹是生非，谁让你们去的？好汉做事好汉当，你少管我们的事儿。哼，等老板回来再说。还疼吗？牡丹，你回去歇着吧。我看，老板是不会放过我们的。那我们就逃走。嗯，好，再去找我爹。你怎么又姓王了呢？娘说叫黄连命苦，就跟姥姥家姓了。是这样。走，找大爷和菊姐商量商量。来人呐！来人呐！你。你问他，他欺负菊姐，他糟蹋人。怪我管教不严呐！往后啊，外人欺压不受，家人胡闹不容。我明白，这些年呐，你们心里都恨我呀，可我一直把你们当亲生儿女看待。有人欺负你们，就像挖我的心呐。师父，孩子，坐。如今时局动乱。咱们卖艺的免不了受人欺负，我一直不放心的。有个事儿，我早想跟你们商量了。你们两个要是有情有义，我可以做你们的主婚人，啊？好，等马戏班赚了钱呢，你们的婚事。我给你们操办啊！
去！我不对，我该死，我混蛋，我师姐。偷鸡摸狗、没良心的东西！你给我滚！大哥，差点让你拆了我的台，把他们惹火了，都飞了，靠你挣钱呢。我不对，我该死，我混蛋呢，我。往远看呐，兄弟。下一步，进香港，下南洋，抓他个满载而归。想尽一切办法扩大存款额，提高我们银行在金融界的声望。嗯，进来。张爷，从内地来的马戏班子老板黄普义要求拜见。一个耍马戏的有什么好见的？他带来了杭州商会谷会长的名片。没时间。您还记得吗？在济南韩主席公馆的后花园里看过他们演唐戏，当年的牡丹已经长大成人，成了马戏明星了。明星见过的不少了，可外国人很喜欢看中国的马戏。我想利用这个马戏班子给咱们银行在金融界疏通一下渠道。嗯，你很会做生意。您看还是个绝代佳人呢，那就以您的名义给康乐界打个电话，拨给他们场子。看，红牡丹上场。
诸位，承蒙各位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先生们、女士们多多捧场，我黄埔驿不胜感激，特向大家表示谢意。来来来，干杯干杯！来来来，大家为黄埔老板买卖兴隆同干。仁兄上下操劳，太感谢了。不客气，不客气。张爷看了你们的马戏，很满意，还为你们做了宣传，已经通知康乐界留你们在香港多演些日子呢。哎呀，张爷太关照了。我想当面去拜谢他老人家。那好啊，我来给你安排。那就太费心了。欧阳老。我可得敬您一杯。好好好，您是康乐界的老前辈了。不敢当，不敢当。以后还要请您多指教。请请。李会长，您这位有名的慈善家能来光临，那可是太赏脸了。我得敬您一杯。哎，不行了。李太太同甘。好啊，随意随意，请。请，别客气。牡丹小姐，祝你演出成功。谢谢。怎么，不认识了？我是大公报记者。匹夫有责。哎呀，我们在杭州见过。对对，记录同乡社派我来的，在香港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人不亲，土还亲呢。谢谢您了。来，干杯。哎呦！请客、送礼、又做衣裳，你知道花了多少钱？娘们见识，我已经看见了，黄埔大马戏团在亚细亚。欧罗巴，你知道吗？明天呢，记录同乡社要举办游园会。游园会啊，庆祝咱们演出成功。哎呀，来来来，请坐请坐，谢谢。你们的马戏演得不错嘛。哪里哪里，要过奖了。好，过奖了。牡丹怎么没来呀？哦，来了。啊，在那儿呢。关于你找父亲的事儿，我已经跟同乡社提出过了，他们都很乐意帮忙。谢谢您了。不客气。何先生。哦，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太古号的刘大副。啊哎，这就是啊，我认识你们。我看马戏了。你怎么才来啊？我刚从九龙回来，今天筹募的基金最多。刘大夫正热心的为抗日救国筹募基金呢。你们在为抗日救国筹募基金啊？我们在海外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同样不忍心家乡的父老遭受外强的蹂躏，祖国的土地遭受外强的践踏呀。我这次募捐可深深地感受到，人们是热爱我们祖国的。是啊，我们同乡社已经筹募了一批资金。哦，您的康乐界还发起义演呢。义演？哎，他们来了吗？来来来了，走吧。好，请。啊，请。你在这儿呢，你又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国难当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你的意思是？回去和老板说说，我们也应该募捐。好，好，张爷一定喜欢。张爷，黄埔老板来了。哦，张爷您好啊。好，好，好。怎么样？香港演出生意不错吧？托您的福。等你香港演够了，我可以介绍你到伦敦去演。伦敦？多谢张爷。行，谢谢。为了你的光明前途，哦，我特意举办了个舞会。明天晚上。带着牡丹来跳舞吧，哎，一定来，一定来！敢！你们少出馊主意。记住，同乡社和康乐界他们……我不管人家，咱们演一场就得要一场的钱。师娘，就演一场还不行吗？不行。不行。那我们自己撂地摊去。什么？你们又要去惹祸呀？哎呀！师傅，您回来了，师来给我。啊，好嘞。嗯，什么事啊？你看，他们要搞什么捐献义演。捐献。师傅，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港澳同胞都为国捐献义演了，咱们要是不演，岂不是被人耻笑吗？好，弟子们没白跟着我走江湖。要尽忠报国，好，我看呐，就以牡丹之见，捐献一场，真是好极了，谢师傅，谢师傅，明天晚上见吧，好吗？太仓促了吧？明天晚上，张爷那儿有舞会，要约牡丹他们去跳舞呢。哎，我们不会跳舞啊，练练嘛。不去。嗯，我可是答应了张爷的邀请啊，也同意了你们义演的要求嘛。哎呀，那我们就去应付应付吧。哎，张爷在香港可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啊，要是驳了他的面子，怕是义演也演不成啊。那义演完了再跳舞。对。好吧。Thank you.
黄埔老板，啊，怎么不跳舞啊？歇会儿，坐坐坐坐。跳完了舞，留心母亲打牌吧。啊，妈咪说，我可是全靠着牡丹。你是个久跑江湖的人，怎么还看不出这里边的时令真好？你要青云直上啊！啊，我一个耍马戏的，还能有什么？我知道，你是个大有抱负的人，跑马耍猴不是你的心愿。只要你能使得张爷满意，你就可以加入香港的金融界。老兄愿意，兄弟愿助你一臂之力。你讲义气，我讲乡情。古今嘛，可以晚交。先拿着这笔利息，这比你那小小的摇钱树，怎么样？先帝如此仗义，愚兄愿效犬马之劳。跳舞。咱们快回去吧，那也得等散了场啊。我们是演马戏的，不是舞女。那也得应付应付嘛。已经应付过了，我去叫菊姐。哎，牡丹，这样做不太礼貌吧？这么着吧，你先回去，等会儿散了场，我和菊儿一块走。啊。你怎么叫他走了？你放心，我会让他自己回来的。菊姐呢？张爷留下打牌了。打牌？菊姐从来不会打牌呀。本来他张德仁是指名要你的，是我忍心留下来，这还不是为了你们两个人着想吗？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哼，你不是说过吗，家人胡闹不容，外人欺压不受吗？不管怎么样，也要把菊姐领回来。你能把他领回来？牡丹，你别管九月菊了。牡丹，你等我拿刀去。哎，武立彤啊，你干什么去？孩子，你不能去，要吃亏的。他一个人去了，只要张爷满意。我可以献出马戏班的一切。哼，你这么做可真够缺德的。你那良心，哼，良心，娘们见识，在这个世界上啊，不丧良心不发财呀。还真的不想演马戏了。要想有地位，就得攀上金融界，
那马戏班呢？全都卖了。卖了？马戏班是我爹留下来的，你想卖就卖。这不是跟你商量吗？你呀，就等着做董事夫人吧。啊！请吧。穆德小姐，请进吧。菊姐，菊姐。哦、my darling， 我想你是会来的，不然我不是白等了吗？嗯，我菊姐呢？啊，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把我留下。这不是我们的意思，是黄埔老板要把你留下的。就一句，小姐，请回吧，汽车在门口等着呢。让我出去，让我出去。我姐姐呢？她已经回去了。再会，九尾金小姐。我是个穷耍马戏的，靠卖艺吃饭。请张爷高抬贵手，让我回去。好，好。好说，你既然来了，就陪张爷喝上三杯，完了我送你回去，怎么样？嗯，张爷，你可是香港的名流，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好。你先喝。啊，你我同饮。我该回去了吧？你已经把我灌醉了，牡丹花，花中之王 ，Flowers King，Beautiful。你只要依了我，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啊？麦达林，我给你洋房、美元、法郎、金镑。牡丹，他非得要去，准是让他们给扣下。牡丹，给。他这都是为了我呀，钱，钱，收起你的臭钱吧。国难当头。你们不捐献救国，还不让别人救国，钻到这高楼大厦里捉弄穷人，这就是你的得人人德吗？我很欣赏你的口才，躲着我吧。 No， 不能跳楼，当心摔断了你的腿。我的腿是在皮鞭子底下练出来的，金腿、银腿、钢筋腿，热极了我。怎么样？把你当球踢！酒。
不给你点厉害，你是不会老实的。嗨，好。对不起了，张爷，告辞了。红母的太不知趣了，昨晚张爷生气了，我赔礼，我赔礼，这不是你赔礼道歉就行的事。张爷叫红母的研究第十金钱，我们要招待外国人。是，是。哎呀，我看呐，你也别指望当那个股东了，趁早拉着马戏班离开香港吧。演完这场再说吧。我这当师傅的，对不住你们呐，让你们受了委屈。可他们不会甘心，他张德仁一定还得来找茬。我想来想去，还是趁早走，宁肯退了合同，让他们罚款，也得保护你们呐。牡丹，今天晚上你再演一场就地十金钱，答谢记录同乡社跟外国人，演完这场远走高飞，让他姓张的束手无策。牡丹，咱们就演一场。不演，不演。哎呀，那咱们谁也离不开香港，逃不出张德仁的手心儿啊。牡丹啊，还是得从长计议啊，演完这一场就离开香港。想办法找到你爹，你再跟武灵童结了婚，也算了去了我两桩心事啊。那好，妹妹，就这么办吧。演完了这场，咱们就走。菊姐，咱们上当，上怕了。是啊，我也怕不保险。你们看。这是护照跟船票。那就演一场吧。为什么戴面纱？八成是那天晚上跳楼摔破了脸，怕是……哎呀，三拜九叩都过去了，就剩这最后一哆嗦了。演完这一场就走，好吧？牡丹，牡丹，九月菊替你上场了。啊！你看，哎呀，去！外国朋友看个够。张爷，这个节目时间长了有危险呐，再来。哎，你干什么？我有什么办法呀？
死了人演不起来呀，演不起来，往后叫我们怎么跟外国人做生意？我已经是家破人亡了，就请张爷高抬贵手吧，我忘不了您那张支票的恩典呐。不演，那张支票就作废。菊姐，张德仁欺人太甚了，这刚死了人呢，还硬逼着人，还演？不演？可是他说，用九月菊骗了他不行，还让牡丹眼就地十金钱。演？张德仁来看，我就演。我的好牡丹呐，你可真算救了师父的大驾了。献给菊姐，发丧。上场了，见鬼，是胡牡丹，他穿的是九月菊的戏装，让他回去换。What's the matter？Thank you.
们出香港，一个也不要放过。孩子，天无绝人之路，等咱们回到了吴桥再想法子啊。哎，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回吴桥呢？吴桥是杂技之乡，我要在那儿重整旗鼓。就剩下一个牡丹了，不是想跑就是想死的。到了吴桥，我自有办法。他有什么鬼办法？马戏班都让他折腾光了，又想摔老娘。哎，这不是明摆着吗？要不娶牡丹，他就爬不起来了。要真的娶了牡丹，还有咱们。哎，想得倒好，哼，钱在老娘手里。走，咱们俩走，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师姐，这事儿不能急。我看豁出去几个钱，先帮他把喜事办了。好。会长，哦，林会长，好，李姐。哦，好，谢谢，好，李姐，谢谢。花弟，牡丹怎么样？他还是又哭又闹。哦，他呀最听老赵头的。哎，我看呐，这件事情还是得靠他呀。嗯，对，他买马料去了，等他回来呀我就办。镇长到。好，恭喜恭喜。李青啊，请个请。老赵头回来了，同喜同喜呀！伤天害理，我找他去。哎呀，得，你没看人家来的这些都是什么人吗？惹不起人家呀。哎，老赵头，你还是劝劝牡丹，
让他把心眼放活泛点，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啊。老头儿，这一块金砖，哎，还是留条后路吧。啊，好，牡丹，喝口水吧。这是怎么了，孩子？哎呦，大爷！孩子，别哭，别哭啊！我告诉你，你听我的，你听我的，听我的。哎，干什么去？我和他拼了！哎呦，孩子。干不得，干不得呀！孩子，马我给你备好了，逃走。我往哪儿逃啊？有出路了。车票。那咱爷俩一块儿走。不，我等一等。你先走，要不咱俩谁也走不了。哎呀，啊，那到时候我来接你。哎，好，快收拾收拾啊，去。大爷，我没有别的留给你。还是你留着他，日后好用他找你爹，认你爹去啊！啊，不，不找了。在这个世道上，就是找到了，他也救不了我，我也救不了他。哎。老板，我给牡丹松了绑，他喝了口水，我劝了劝他，他明白了。好，你喝酒去吧。哎，好。孩子，听话啊。别生气了啊！哪儿去？我下去看一看客人。去一下就回来。都喝醉了，你快走。哎，这是盘缠，这是你五哥留下的斗篷，
你带上他，路上顶顶寒啊！我去给你牵马去。四八匹马呀！哎呦喂！哎呦喂！喝酒，喝酒，喝酒！巧巧，回屋酒，快走，找到你爹，给我来个信儿。大爷，您就是我爹。孩子，起来，上马。牡丹，快快走，八匹马。哎，你喝，你喝，喝，你喝呀，喝。娘，我回来了，您起来看看你的女儿。你让我找的爹，他在哪儿啊？牡丹。牡丹，牡丹，我是你爹呀。什么？你是我爹？黄连，黄连，这是你娘的吧？20年前。是我把这簪子插在你娘头上，你还不记事儿的时候，我就离开了家，到了沧州，进了黄埔马戏班。后来你们娘俩逃荒离开了家，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打听不到你们的音信了。以后我才和千里香结了婚，改名叫黄埔义。可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把你们娘俩忘掉啊。在吴桥埋你的时候，你姓王，我不知道你随了姥姥的姓了。从当看见这簪子，我在对不住你，对不住你娘，娘啊，原谅我吧。我终究是你生身的爹呀。这是你娘的坟，娘啊！孩子，咱爷俩把你娘的灵骑回老家去，重新出大殡，赎我的罪。娘，别哭坏了身子，爹对不住你。从今往后，咱们漂洋过海，远走高飞。有了
了你，我黄埔一还能东山再起，咱们开办个妇女马戏班，挣的钱全都归你。你还想拿我发财？不不不，莲儿，我是住嘴！莲儿，你不是我父亲。孩子，你不看在咱亲父女的份上，也要看在你死去的娘的面上啊！你给我娘跪下！孩子，你不能走啊！我不能没有你呀、啊！